轻轻地告诉你，一起唱美丽，写一首歌给你，在爱那里悄悄地，悄悄地告诉你，一起唱深情，写一首歌给你，唱出我的心意，把欢乐的情绪洒遍大地，把那绿草青青，把那细雨滴滴收集在琴弦里，写一首歌。写一首歌给你，在悄悄地，悄悄地告诉你，一起走过的路。所以说啊，表演会上有提字机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，要提字机，不然就因为哦分发歌词给你们，怕你们字太小看不到，等一下又恐飞。然后有可以唱跟着唱的，哦，那个李同学跟着唱。有时候歌手在没有，他们有真的是有时候他有那个哦，那个没有了，对，没有分，自己有时候字放小一点，看不到，你看谁最长？哦，对啊，那绿草青青，啊，那细雨滴滴，收集在琴弦里。写一首歌给你，把那绿草青青，把那细雨滴滴收集在琴弦里，写一首歌给你，写一首歌给你，收集在琴弦里，收集在琴弦里，写一首歌给你。好，下次要记得啊，要放好。好的，现在小飞机请你来的，下一次是，因为放 LED， 有时候大家可以跟着唱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耶，呜 ，support。因为有时候跟着唱是很过瘾的，可是问题是有时候歌词哈有一点难记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不会啊？对不对？歌词难记，对不对？对。不过放 LED， 你们看得到吗？啊，因为 LED 字可以放大放小嘛，啊。真是放越大越好啦，啊！所以好像我们其实很多场合，就是我们其实大家一起唱，这种感觉是很棒的，啊！可是有一次我唱啊，《爱如潮水》，它那个后面的提字机也是很大哦，很大一个提字机，而且是那种整个大荧幕哎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大家还是唱错，真的还是唱错，啊！因为《爱如潮水》字太多了，副歌有没有？所以很多人会在那边混一下，这样。混一下，对，我就是刚才。